唔提佢，唔俾佢抽水。走啊，何启华，你超级已经攞咁多啦，你仲要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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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要抽。你有784秒啊个名。但我觉得都真系几似嘅，尤其是我呢队嗰个造型系真系几似嘅。即其實我哋因為、我哋之後有啲 music break 嘅地方咧，其實要好大力咁樣，好大力去做噶嘛。跟住大家其實係唔流力嘅情況下咧，其實隔離嗰啲人咧就會好遭殃嘅。譬如話係我啦，即因為我跟住接住完咗之後就要做 ending pose 喎，我係完全係俾佢成浪一個浪咁樣衝過嚟，成塊面濕曬咁樣要做 ending pose 咯。但係同時間 Stanley 係好開心喺度不停笑嘅，喺度話好好好好玩，好好玩啊！所以請你解釋一下啦。純粹因為我覺得效果要好。你要即係啲水花要四千咁先好睇，俾力噶嘛。咁而最開心係睇每一次 ending pose 完咗嘅時候咧，即係一嗌 cut 我就即刻擰住面幫 Jeremy， 佢就滴水滴緊水落嚟，我就覺得好好玩成件事。咁我就係左翼嘅受害者。咁我嗰個受害嘅時期咧，就係、喺歌曲嘅尾段咧，就會有一 part 咧，我就同個兇手咧好近。咁跟住咧，因為係尾段啊嘛，咁係最後一個 music break 跳完之後就冇手部噶啦。因為完啦嘛首歌，咁嗰個兇手就係 Eden， 佢都係兇手嚟嘅，佢令到鏡頭濕咗。係啊，咁我就喺我喺初段嘅時候咧，未適應嗰個地面嗰個水啦，咁跟住有一下咧，向前衝嘅時候就向前踢，咁就我應該係咪唯一一個咧？我係令到嗰、那個濕咗兩次，係濕咗兩次嗰個鏡頭，咁之後再踢咧，我就已經唔敢踢啦。哦，今次我哋新歌 Inner Space 咧就係、講探索宇宙啊，就是、探索自己入邊嘅宇宙，咁啊將自己縮細擺落去身體入邊啦。歌詞上就咁講嘅，但其實就係想探索自己一啲可能係心理啊或者精神層面嘅嘢咯。可能去自己去了解一下自己啊，消化一下，然之後從呢個過程咧再爆發一啲新嘅能量出嚟咯，同埋可以喺一啲尋求自己嘅時候揾到一啲火花，揾到一啲有趣嘅嘢去繼續行落去咁樣咯。即係可能我哋如果企到好厚嘅時候，其實喺個宇宙入面，我哋係好渺小嘅啫。咁其實我哋唔需要將啲唔開心放到好大咯。咁但係當如果你係微觀自己嘅時候，其實我哋可能係我哋係某人嘅宇宙嚟嘅。咁其實就覺得自己好重要咯，即係可能我做少少已經令到人哋好開心啊。咁我覺得呢啲位要識得去點樣放大自己，去點樣去縮細翻自己，咁令到自己嗰、那個呢啲咩啊 ，quality of time 啊嘛。哇！係啊，我成日都好需要隊員去提點嘅，所以呢方面 Frankie 都有啲想法。唔係我自己嘅開心係真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好似頭先訪問之前同阿虎對望咁，都已經好足夠嘅啦個開心，係啊。放假是一个好好可以调节到大家，因为放假大家的开心的泉就会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暂时。你呢踩电单车。这个就是放假最好就是都是有新的假期，那就最开心了。好多，因為之前疫情關口都係停咗嘛，咁所以有啲工作都延咗期啊，所以就呢一兩個月就忙咗少少咯，係啊，所以都係其實都係做翻之前未做嘅嘢啦，所以就係啊找數咯，所以就攰咗少少咁樣咯。Hello， 眼瞓哥係舊患嚟㗎咋，冇事啊，唔攰啊，精神啊。因為其實我腰痛，所以通常我企得耐嘅話，我就一定要伸展下咁嗰啲，咁所以係咯，其實。係咯，不嬲都係咁，但係其實係 OK 嘅，呢個舊患嚟，所以即係有時突然間又會飛出嚟，即係可能瞓得唔夠又會飛出嚟咁，但係完全唔影響工作嘅，係啦，所以係唔攰亦都唔痛，係啦，唔係 OK 嘅，冇純粹純粹嘅生活歌，不嬲有少少舊患咁樣噶嘛，係咯，有時會痛咁樣咯，不過 OK 嘅，冇事，會都係會跳到舞俾大家睇。咁啊，真係有科技合適就得㗎，梗係合適嘅。合適就唔係啊！我 rap 嗰段詞我都真係幾真係好多謝恩生咯，因為我記得我嗰個時候係完全我好想嘗試 rap 呢件事，咁啊都問咗花姐意見啊，跟住。恩生佬都即係好爽快地就應承咗，即係好快填咗段詞俾我去試。佢即係我 WhatsApp 其實都有請教點樣唱，
所以都好多謝佢咯。因為自己對 rap 呢段嘢，其實 Anson Lau 嘅經驗比較多少少，因為尤其是填 rap 嘅詞啊，或者呢啲嘢都係佢比較拿手啲嘅，所以我都請教咗佢好多。其實我填呢個我都幾緊張嘅，因為一嚟我覺得今次呢隻歌嘅 theme 係好特別啦，咁所以要填呢個英文 rap 係同個。邊要緊扣咧，其實係好難啊！咁同埋因為今次我都阿師弟係咁問佢話：你覺得好唔好唱啊？即係你覺得好唔好讀啊啲字咁？因為每一次我作 rap 都係可能 for 自己 solo 作品啊，咁所以通常自己作一定會自己記得入腦啲啊，好即係好唱口啲嘅。咁但係都要關注，又要同佢即係互相溝通，有冇啲字要改啊？所有嘢咁，所以都。我哋對咗幾次之後就係咯，揾一個大家都覺得舒服嘅有 work 嘅方法咁。我哋當晚啊，琴晚我哋自己都有傾嘅，咁跟住我哋得出嘅結論都係無論就算大家點樣講或者點樣都好啦，但係都我哋雙方都知道自己係。各自做緊一啲自己好中意做嘅音樂咯，咁所以其實係唔存在究竟贏同輸呢樣嘢，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係咯，即係唔係咯，最係就係 focus 翻喺音樂上嘅質素咯，係。因為其實呢個問題都存在咗，由我哋成團其實唔單止，即係其實大家嘅 fans 之間一定會有一啲可能討論啊，有一啲爭執咁樣，所以但係。我哋從來都冇因為呢一啲嘢而感情唔好嘅，所以都希望大家放心，亦都希望大家 enjoy 我哋做嘅音樂，係少啲比較，多啲 enjoy 咁樣。其實有人中意就一定有人唔中意，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正常嘅一個情況，所以冇特別多諗嘅，係因為尤其是入行越耐就覺得。在这一方面的思想都成熟了很多的大家都其实都没有因为我们入了行之后其实外界也都给很多比较我们不论是我们对内你们给我们比较或者在我们比如说跟外面其他人的比较都会成为一个压力但其实最大需要比较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你去跟自己去比较去战胜昨天的自己我觉得小黑的这份词讲很多就是怎样去了解自己啦，去理清楚自己的本质是怎样啦，然后再改善。咁我觉得我哋十二个每个人虽然都会好忙，但系都会花好多时间喺夜晚夜阑人静嘅时候，都会去思考呢个问题。特别系上年调教你 Mira 之后，大家都会反思好多呢个问题。个转变系咯，即系长头发咯，系啊，咁啊就都学咗好多嘢嘅呢几年咁样都打你头发咁样嗰啲啊，心系啊，一齐嘅。既然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也很開心啦咁啊！會啊！公司留了時間俾我哋籌備嘅，因為都頭先咁講係一個大嘅挑戰嚟噶嘛，咁所以我哋都一早已經同我花姐講，可唔可以真係留多啲少少時間俾我哋準備啊？同埋今次我哋四面台啊嘛，同以前唔同，真係唔同好多噶。你背脊都要俾力喎，同埋啲方向感好容易，同埋唔係好熟嗰個方向感啊，所以一定要多少少籌備，因為我哋都想有一個好好嘅演出俾大家嘛。對於未有 solo 作品的成員們，其實我們都已經開過幾次會啦，大家都丟一些 idea 出來，因為其實今次演唱會我們都希望是盡量啦，因為話曬都第三年了嘛，盡量希望多些自己 Mira 的東西，所以我們都其實都仲好坦白講，其實是仲開緊會的我們，如果你問到我話節目歌那裡，我覺得最緊要睇翻個 theme 啱唔啱先啦。我不想說太兀突，如果要為了做一個 solo 而做，那就好像不太適合。跟 Elton 這樣說，因為其實我們都是第三次搞演唱會，第一次都是只有一秒間自己一個首歌，第二次演唱會我們就開始唱自己想去試的東西，所以第三年我們都是，而且那個舞台搬了紅館，是一個我們很值得很認真去鋪排的一個 rundown， 所以很多東西都會跟回我們的想出來想要的 theme 去做，所以唱什麼歌就真的要看看 theme 合不合，即或者我可以唱他們的歌都未定呢樣咯。我覺得都是以那個整體為主，即是SA可能真的有機會出首劇集主題曲這樣說，但是如果不合的那你又很難揀放下去的嘛，所以即一定以 Mira 的整體為主的，整體好看的，整體好看，其實大家就會好看了。
演唱會玩樂器，我會在幕後玩咗先咯，即係會自己做啲 rearrangement 先咯。咁我今次其實都揀定咗玩咩歌嘅，咁就同會同之前嘅風格有少少唔同啲嘅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啲音樂性嘅表現咁樣咯。會唔會玩樂器啊？咁應該都會嘅，咁同埋都希望可以做多啲唔同啲嘅表演啦。因為今年去到紅館，咁所以都想做一啲同之前有啲唔同嘅嘢，咁就大家拭目以待下啦。阿Jay咧？啊，做咩啊？你紅館？你會做咩啊？你有咩 idea 啊？佢話佢會跳舞。今次啊，可能有啲畫面上嘅突破咯，諗啲故事性 theme 嘅嘢去包嗰件事咯，就會好好睇嘅。即係好似入咗個 theater 咁嘅入現場嘅觀眾，例如我就唔講你聽，大家入場就知啦。今年嘅願望咁，當然希望我哋嚟緊呢個紅館演唱會可以好順利啦。即係希望大家每一個無論係觀眾或者我哋表演者本身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睇到自己想睇嘅嘢之外每個人都可以身體健康。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